非洲鼓首創二四五式，咁係嚟自中國鼓活力鼓令首創二四五式，咁我就將第二、第四、第五式黐埋一齊就打啦。咁咧見到音符咧就打中間，交叉就打側邊，箭嘴咧就即係舉起嗰隻手，右手就箭嘴就舉起右手，左手箭嘴舉起左手。好，咁我而家示範一次啦，非洲鼓首創二四五式，全手打一次，預備開始，右右右右，左左左，重複，右右右右，左左左轉。Yeah.